手牵手肩并肩，慈济志工带来耳熟能详的歌曲，让台北监狱的气氛亲切而温暖。每个月定期的关怀，正在培训的志工以过来人身份分享。 41岁的彭文松身材魁梧，过去是三重老大。41年，人家讲快乐，我一个平台。41岁的彭文松身材魁梧，过去是三重老大。关于二十年啊，人家讲快乐无意思啊。哦，是讲整世人的剧本，啊，拢政府咧听写。哦，啊，我世人是讲这个剧本要来家己写。哦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兄弟啊。 希望恁甲手伸出来，朋友。苦口婆心都是为受刑人，出狱后成为慈济志工的陈月良也有很深感悟。有当时的老母来，我这地方你问看，你爱去陪我久？伊讲伊是讲要去遐，到我七等关的，不管是不是，也确实我的老母吼，三年，最后这三年。 我们跟着一起，他们唱，我也唱着，我们大家来体会他的意境，好不好？做妈妈都是爱子心切，陈月良带着受刑人透过歌曲体会。啊，小人为我一生这么大，心情放松，甲拖我，阮叫一声一声。 借此鼓励大家把生命用在别人身上，而不是为自身利益伤人。台视新闻，这是美职工陈玉珠、李美如，桃园报道。